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事，翁疼某，关幼稚来救某。台中这个65岁陈太太，带着高血压、糖尿病10多年了。去年的10月，规身躯咧灌水，到病院检查，才知影幼稚衰竭，爱洗幼稚了。阿姨的翁婿唔甘要水某的受折磨，决定来关心救某。到病院来检查，成功来配对，用微创手术来完成着幼稚的移植。手术了后顺利来恢复。浙江病院特别准备着鸡卵糕，庆祝着陈太太来重生，这个场面是真温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